爱自己的六个层次，你在哪一层？第一层，愿意花时间了解自己，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了解自己的喜欢与讨厌，擅长与缺陷，真实地面对自己。第二层，成全自己的喜欢，想要的东西就去争取，想爱的人就去追寻，珍视热爱并付诸行动。第三层，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，懂你的人不言而喻，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。做人无需人人理解，只求问心无愧。第四层，事不强求，人不强留，这一生要拿得起，更要放得下，不后悔，不害怕，别回头。第五层，接受不完美的存在，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的，要改变的是看待问题的角度。心小了，事就大了，心大了，事就小了。第六层，学会和自己相处，独处是享受一个人的美，在自己的世界独善其身，在别人的世界顺其自然。